滑雪呢，我是很喜欢打机动式的波子机的，而我是很久都找不回这些波子机，竟然今天在山顶被我遇到哥斯拉，作为这个见面礼，所以我点都要$10玩一铺都要玩，我太久没玩过波子机了，看看我点打低哥斯拉。我给我的，哦，他自己弹出来，哦，咦，反正都有几多分啊？都差唔多啊。咦，我系第几位啊？唔知喎。得你一个玩咗嚟噶。呢个过十万，千万十，诶，仲有添嘅。佢赢咗个波俾我啊！哎呀。你要送个波俾我喎！哎呀，你咁样食啊！你又送俾我喎？咦，佢叫我自己嚟。哎呀，啲水，仲有，哇，自石啊！哎呀，好彩！上呢个上边啊！喂，你要落翻嚟噶？佢唔落翻嚟咯，咁点？冇啦。唔系喎，佢着紧灯，应该仲有嘅喎。咁得意嘅？冇噶咯喎！哦，升上去，得落嚟。哇！佢真係搭落嚟喎，第一次見佢咁得意，哎呀，好玩！哎呀，哇！有四個就八千萬、十萬、八萬、400多萬、400多萬，呢個 BB 哥斯拉，我佢俾我玩呢個係咩情？哦 ，Game Over。喂，我18,000,000,000,000,000,480,000,000分啊！我而家先知，原來我係哥斯拉，我係要破壞嘅城市啊！耶！